长一起来好不好？来吧，让我们大家准备一起来倒数了，三二一，要准备来的。好，这一刻我们要让我们的媒体来拍照，所以我们决定的大家一起来动这一棵哈，来动我们这一棵的桐花树。我们准备要来三二一了哦。台中市2014客家桐花季，台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园区基地，我们的种树仪式，桐花的仪式，请动桐，请求我们所有的朋友平安喜乐，大家健康。我们的台中市客家多功能文化园区基地顺利成功。在这一刻，我们期许前人。发展越来越好，都市越来越好，好不好？